staring out the window, reaching for a North Star, waiting just to wake up from this nightmare where you could be right back in my arms, dancing to the limbo, stuck here in the middle. You tell me that it's simple, but I could paint a thousand different pictures of what is wrong.刚刚买的寿司当今天晚餐，还有一个牛肉卷，现在开吃，太饿了，哦，很呛欸。上次在阿里山买的那个山葵酱，嗯，欸，我怎么记得以前的尾巴都会留着，现在尾巴去掉了，我觉得这样比较贴心，没注意，就以前还吃的时候还要把那个尾巴这样拔掉。好像，但是虾子下面已经有瓦萨比了。对哦，好像。等一下，我试试看啊。很像。这边就是蔬果系列，最大盒的就是，哒啦，哎呦，快掉下来！1.5公斤的草莓，这颜色超漂亮，跟我上次去年买的那盒一样漂亮，但那盒我记得只有1公斤。今天卖的是1.5公斤，香蕉应该还要好几天才能吃。一样，他们的龙眼也是很甜，很好吃，超多颗牛油果，只是它有点硬耶，我觉得应该至少要一个礼拜才可以吃吧，因为我喜欢熟一点，挖就可以把籽挖起来。是糯米的玉米，我喜欢那种，就是它的淀粉感很强。还有我就是一直在普通的超市都看不到黄豆芽或是绿豆芽，那我更喜欢的是吃那个黄豆芽做成那种韩式的小菜。接下来是几个老朋友部分，就是我每次去好市多一定会买的，就是这个牛小排烧烤片，称重的，所以我们每次就是买最少的，因为我们、我们每次去都是选最少的，因为我们两个人吃不多嘛，我们两个人食量是很大，但是以两个人就是吃的速度的话，就是买少一点比较好。这种黑虎虾，这真的随便煮随便好吃。哎呦，流血了，流水了。6块超大块的鸡胸肉，总共是2.6公斤。我每次去都买这么一大包回来，就是冰冷冻，而且它已经装好一袋一袋，就很方便，不用自己再分装。面包的话就是这个很好吃，每次去都买，虽然是有点邪恶，热量有点高。这次还买了很熟悉的白吐司，每次在全家都会看到的这种超熟白吐司，可以就早餐吃一片，然后配刚刚的洛梨，怎么我们平常会喝的美式啊，就是生培的吧。这包刚好今天特价折扣了28块，咖啡的绝配燕麦奶，也是一个非常划算的六罐组。我今天还看到这个，我就想说每次都忘记，因为我就很想要买这种一整块的，在那个抹泡包上面抹那个帕玛森。哦，我还买了一瓶就是普通的白酒，想要做料理的时候，就是有些蛮适合加白酒的，是那个 Sauvignon， 比较不会甜的那种，比较适合加在料理里面。哦，我忘记了，今天的最大收获，我最开心的是这个实践刀具组，这好像购物台。刚刚看的就是实践套组，我已经有一把食物剪了，这个就可能当备用了。那这个比较小的应该就是可以当做水果刀，它这个是那种叫什么鸟嘴型吗？鸟嘴型的就是可以直接拿水果或是比如说马铃薯拿在手上这样子削，那种一整圈不会断的。这个他写 fine edge cut， 所以应该是可以切那个边边的削薄片的，因为比较小，所以它使用起来可能比较灵巧一点。这种的话我应该会拿来切面包，因为有这种锯齿状。这个我觉得看起来很像可以拿来切生鱼片，因为我觉得它比较亚洲类型的刀吧，然后这种设计比较不会粘黏食物的。这很大一把的就是厨师刀了，我应该会拿来切肉吧，它
他说这是 slicing knife， 你觉得是可以干嘛？最后一把 santoku， 我刚才去查，原来就是我们中文说的三德刀，就是厨师刀，然后比较偏适合亚洲人使用的，就是它的刀柄啊，这边的形状可能比较适合亚洲料理。这个我就拿来切蔬菜好了。它里面的组合有一个这个刀架组，还不错，是木头的，外观看起来蛮有质感的。那今天的好事多分享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还有留言告诉我好事多还有什么好物可以推荐给我。那我们下次见，拜拜。